娱乐讯，明星片酬居高不下，一直都是众人关注的焦点。广电总局也多次表示要整顿明星天价片酬一事。早在今年年初，总局就提出今年还要好好抓明星片酬过高的问题。近日，从知情人士处获悉，接下来将严控综艺节目艺人的片酬，每期节目艺人总片酬不能超过80万，常驻嘉宾一季节目下来的片酬不能超过1000万。总局今年也针对天价片酬发布几项通知，年初就提出将重点抓片酬过高一事。6月份，多部门联合发布通知，要加强对影视行业天价片酬、阴阳合同、偷逃税等问题的治理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